介绍一下，这个对您来讲可能是女神，对我来讲是女儿啦。多了一个女儿。等一下听完以后，传哥会给你一些指点。好，好吧。现在唱片正在做啦。对对，已经做。那一天有录音了吗？有四个，有挑歌了。有挑歌四个。对对对，好好加油，好不好？天后未来的位置。加油加油！很会唱，而且要唱汪峰的歌啊。这首歌就是当初是听到邓紫棋翻唱哦，那个《我是歌手》里面，对对对对，非常红，对对对，然后就觉得很好，那也是飙高音的，对，很高。带来这一首《存在》，来来来。跟你介绍一下好不好 ？Power 厉害厉害，几岁你知道吗？马上要过23岁的生日，24岁，今年20，还是很年轻啊，年轻年轻。然后他那高音往上去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担心，什么？裙子真的很短，越来越高，好险好险，没有再高了，好希望他等一下是吊钢丝。哎，传哥，传哥，哇，给年轻人已经免了。我只能说那个，我收回我刚讲那句话。哪一句话？哪一句？我之前讲说未来是你们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说未来，但是会不会来我不知道。我相信在他身上，我看到未来一定会来。传哥的肯定啊！哇塞哇塞，有中大
师给你这种指点，这是最重要，对不对？哦，真的蛮惊讶，我觉得来今天来这个上这个节目，觉得很过瘾，看到一个未来之星这样子，有吓到，吓到，小吓到，他的高音是游刃有余，游刃有余，非常浑厚。而且就是说那个他在唱那个就是那个高音的时候，不会让他觉得说有压迫感。嗯。只有你不用做那个，对，不用做高音，因为你的裙子的关系。那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可以考虑，比如说你可以做他们的肩膀，压下去吗？哎，让他的屁屁那个 slam 就灌篮。好了，谢谢 Musa。想懂得大人的一面，越沉溺在昨天，越容易往下坠，用绝望换希望，点亮我的世界，该忘记了眼泪，从挚爱到湮灭，先痛彻心扉才能告别愚昧，该忘记了而且他的声音比较偏向那种邓紫棋，很厚的那种派别，真的，真的，对对。当然音质就是 quality 还是不太一样，但是是那种，就是我刚刚很惊艳，有 power 的，对，非常有 energy， 很没有 power。这个声音是你的菜吗？嗯，声音的部分。你说声音吗？是，声音是。哦，那人呢？人，他是献歌的人。他是我第四个女儿。对，